Jack， 欢迎大家点赞同埋分享我哋嘅频道。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Jack。Hello， 大家好，我系 Eason 啊。系啦，今日咧同 Eason 咧又去翻我哋位于龙岗嘅竞技御景会都呢边吓，咁做啲乜嘢呢？其实咧就主要系咧想望一望比亚迪呢个园区，因为知道好大啊，想望一望咧呢个 lunch 时间咧，究竟咧个人口密集多唔多啊？同埋咧，出邊究竟有冇啲攤檔啊，可以咧提供翻一啲可能午飯啊，或者宵夜之類嘅小食之類啦，係啦。咁咧就唔講咁多啦，同大家咧出去前面嗰邊行去望一望先。好，咁我哋大概行咗30秒左右啦。咁其實咧，我哋而家身處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京基嘅銷售中心正對面。啊，咁呢個巴士站嚟嘅。公交站，咁其實啲車可以去邊咧？我暫時都未去了解。其實都係去翻曬啦。深圳。不同地方，同埋龍崗區其他區域嘅。係啦，咁啊呢啲我哋遲啲再研究一下啦。咁其實咧嚟到呢個位置已經見到啦，有啲咧車仔檔喺度啦，咁啊賣下啲。又一家午飯時間啦。係啦，午飯時間呢個就主要係賣啲蒸麵啊，啲肉夾啊，即係東北嘢啦。係啦，咁都見到有啲朋友仔坐咗喺度食飯嘅。潮汕嗰啲龍崗豬腳飯，即都係啲抵食兼飽嘅嘢。冇錯，我見都係。10多元啦，係啦，都係豬腳飯啊、湯粉類嘅嗰條啊，係啦。咁其實見到都有一兩張台，唔多嘅台喺曬喺度嘅。係啊，好。咁啊，有啲蔗汁啦，嗱，有啲香腸啊，係啦，有鐵板呢啲嘢啦，係啦。咁其實主要咧，呢個位置數埋嘅車仔檔咧，大概可能係7-8檔左右啦。因為呢個是其中一個門口嘅啫，呢個就主門入口啦，係啦，門口位嘅，係啦，主門入口呢個係啦，就喺深圳比亞迪。咁其實咧，見到大部分嘅車仔檔咧，都係以湯麵啊、飯啊，同埋咧一啲可能話蔗汁為主嘅一啲嚟嘅，冇其他話我哋平時見到好多嗰啲咩烤鴨啊，冇呢啲嘢嘅。其實前面都開始有啲啦，咩自助快餐店，係啦，呢啲位置都見到有嘅。係啦，因為依家咧。撞啱係 lunch 時間啦，咁其實人比較多啲嘅。其實我見到啦，因為我哋行過嚟啦，有啲咧就係出去外邊啦，我哋之前講係啦，即係咩尖沙咀廣場啊，就旺角嗰個位置啦，旺角嗰邊啦，同埋有啲係去翻咧後邊係啦，內街度食飯，又或者係下邊底商嗰啲食嘅。係啦，依邊就平靚正快。冇錯。係啦，咁其實不如我哋揾個人睇下可唔可以訪問一下咯。好啊。睇下睇下冇啲。即係我哋揾個揾即係呢個員工啦，做個街坊係咪？係啊。其實我諗呢度大部分應該都係比亞迪翻工你喺度買啲嘢食嘅多數都係㗎啦，佢哋都係朝住呢個方向入去。因為前面問下咯。嗱，我見到有個阿妹啱啱買完嘢，不如問下佢啊。係。你好。我俾我麥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可以做一下街坊嗎？係咪咁樣講？我們是香港公司的。對對對，做個街坊。問一下，就是在比亞迪上班的是大概是什麼情況啊？你是這裡上班的嗎？是。哦，是這裡上班。我想問一下，你來深圳多久了？2-3年了。2-3年，就是一來深圳就選擇在比亞迪上班。嗯。哦，那不是是我之前在福田那邊上班，但是福田那邊租金太貴了，所以我就來這裡上班，因為工資也差不多。工资差不多，对，差不多。那我比较想知道的是，就是平常啊，平常你们中午都在这里吃饭吗？啊，对啊。那如果是下班的话，平常你们会一般去哪里玩啊？去 Coco Park 逛街，就是大运那个。啊，对对对。那如果不去那里的话，还有什么选择吗？万科里。对对。萬科里啊！我哋即係萬科廣場，我哋之前有拍過，係啦，冇錯。咁其實，我聽得懂，我聽得明嘅，聽。哦，你聽得明白啦，咁我嚟講白話。咁其實咧，我哋翻過嚟呢段。咁其實咧，如果係 Coco Park 同萬科里，你覺得邊一個其實會傾向於你會多啲去咧 ？Coco Park 啦。Coco Park 點解咧？其實因為嗰度多啲嘢嘛。多啲嘢。係啊。因為嘢咁講啊，我睇落都去年輕啦。因為 Coco Park 都係多年輕人去玩，即係好似我哋去福田 Coco Park 啦，即係都係多後生仔女嘅。你介唔介意講下你幾多歲？我而家23歲。23歲。23歲。即係你係住喺公司提供嘅宿舍，定係話自己租樓住咧？租樓住。都係租翻呢邊周邊。係啊係啊。可唔可以講下幾錢租金度啊？2-3000，但係我同朋友一齊合租嘅，然後一個月嘅話一個人就1000幾啦，都係幾平嘅。但係以我所知，比亞迪都有提供宿舍嘅喎。係啊，有。係啦。但係唔住，點解唔住宿舍咧？因為同男朋友一齊咯。OK，OK。係假嘅。OK，怪唔得。OK，OK。好，咁唔阻你食飯啦，多謝你。係啊。多謝你。咁啊，會。
揾多個做啊！我哋揾個男嘅問下，揾個男好唔好？因為有啲問題唔係好敢問佢。係啦，好唔好？係啦，我哋都係第一次問啦。第一次問，我哋跟住嚟咧，睇下有冇啲男性嘅朋友仔，我哋可以訪問下佢，好唔好啊？嗱，不如前面有個著曬恤衫西褲嗰個，唔知係的司機啊，定係呢度啲翻工啊？就問下先，不過睇佢肯問先啊。咦？但係如果喺度翻工，冇理由唔揸比亞迪㗎。系，系咪？先生，你好，你好。什么事？其实我们是做街访的，香港公司。香港公司就是想访问一下有没有空。对，就想问一下你们在这边的一些问题而已。在比亚迪上班的，就是对，还有周边是怎么样？你们是香港公司？香港公司都是。我们是放在平台上，我们是卖大湾区的。对，就是主要是想访问一下在这边上班的人怎样看这边。对啊。你是在这里上班的吗？对。哦，就是比亚迪。比亚迪。好，那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可以。这边吧。对，我过来。对。谢谢啊。你听得懂白话吗？听得懂。听得明白话。但是你会说吗？会说吗？一点点。那你可以继续说普通话。OK， 好。我想问下你咧，你嚟咗深圳几耐先？我97年来的。97年嚟。即系20多年咯。有20多年啦，有20多年啦。咁你系一直都喺呢边翻工？我2008年到。这个比亚迪的哦，2008年的，对，我来很早的哦。他这个厂是2003年建的，所以说是我后来才知道他，然后就过到这里了。哦，那我想问下咧，其实嗱，我主要想问下嘅啫，因为我见咧，依位先生都有啲即系成熟啦，有啲年纪啦，同埋嚟咗深圳20几年，就是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深圳这边买过房？有，你是深圳本地人吗？不是，我是北方的。哦，北方，我是北方的。然后，我在罗湖有买了一套。哦，罗湖买了一套。在罗湖买了一套，那个，在红翔花园那里啊。然后，对，当时这边很荒凉啊。红翔的话，以我所知道的，就是比较那边是比较荒芜，比较多工厂，好像就是比亚迪的工厂制造。做那個做廠啊，好似比亞迪嗰啲啊，咁樣嘅。唔係，我想問你買咗幾多年啊？我是2008那會買。零八。當時2008年嗰度係周邊係點樣嘅咧？你說是？啊，不是這裡，就是羅湖。羅湖，你買那邊？那邊還是我當時還是買的比較，就是它相對上在羅湖算繁華的了。繁華。對，就是說，考慮到孩子要入學那些，所以說。当时就在那边买的，因为这边很荒凉。哦，在当时一个位置，这边很荒凉。这边龙华，我知道啦，比较多在龙岗啦，就是多厂啊。啊。工厂。即系工厂啊。对。同埋好多荒地啊。对，基本都是荒地。同埋冇地铁啦，嗰阵时一定系，即系一定坐车啦，因为坐车嗰阵时都起码要个几钟啊，即系罗湖过嚟呢度。我每天开车的话要将近50分钟，要50分钟，如果不堵车回去的话，可能都要1个钟。哦，1个钟。咁你依家嗱，因为你系2008年买咗罗湖啊嘛，咁到依家都24年啦，都10几廿年啦，差唔多。咁其实你到依家都仲系揸车翻工，定系话坐地铁翻工咧？揸车翻工，揸车翻工。啊，因为那个公司它本身就有车，然后对我自己也买了车，然后。就是这样扎车会方便一点，从那个惠生沿海那边过就很方便。哦，即系喺莲塘口往。哎，对。哦，咁我哋都实测过啦，20几分钟啦，半个钟头内就可以喺罗湖区就过翻嚟呢边。系。哦，咁但系每日咁样即系上上落落翻工唔辛苦咩？点解唔考虑喺呢边买？依家再买咧？你在这边有买吗？我在那个星河时代那里有买。哦，那个大运嗰边，对，我在那儿买了个两房，就是我平时，比如现在孩子大了，他上高中了，然后我就在那个星河时代那儿，买了个小两房。哦，在准备帮我哋。那个就离得就很近。哦。啊，那个离得就很近。我哋都实测过呢度过去嘅话，大概系廿分钟廿。其实如果你星河时代坐地铁过嚟，呢边三个站。三个站。三个站啫嘛。系。三个站。很近，很近。但正常
正常應該你應該係你住星河時代羅湖嗰間俾個仔先啱嘅，因為你喺邊翻工啊嘛，會唔會方便啲咧？應該是這樣講，星河時代我是2013年買的，2013年，對，就是都差不多10年以上，對，就是在這邊就說是，你居住上會比較舒服一點，舒服啲，在羅湖，比較急，對對對，也同埋高，不太，就感覺沒有那麼。那么舒服，在大运，我觉得就是我那边，它好处就是旁边那个环境又很好，对吧？山呢？对对对，下面就是山茶。对，它现在又开了三亩，所以说我觉得三亩。对，那边呀，生活呀，居住都挺好。其实始终是一个比较嚟嘅，罗湖嗰边咧系真系好旺嘅，好繁华嘅，但系毕竟即系啲楼旧。同埋咧就真係，同埋啲路比較窄啲，唔似好似龍崗咁樣咁闊啦。係啦，龍崗就真係可能再新發展啲啦。因為新規劃，啲樓全部新啲，係啦，周邊環境啲路啊闊啲，人口咧冇咁密集咁樣啦，可能係咪咁樣？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我問呢啲可能屬於投資性嘅嘢啦，因為畢竟咧你都買咗兩套房喺羅湖，喺深圳一套羅湖，一套係龍崗大運嗰邊啦。咁其實未來你自己會覺得邊一套會好租啲，或者二手市場方面會好啲咧？你自己覺得？我那个红翔那个租不到什么多少钱，租到6200-6300的样子。两房也是。两房。哦，租到6100-6300。然后我大运这边，我有问那些同事有在那边租，他们就可以租到将近5000块。哦，都租到5000蚊。对，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大运那个，如果出租的话，可能会好租一点。嗯。啊，因为它毕竟底下。同埋新，同埋新啫，最主要系新。你那套房子攞户啦，应该都有20多年。有啦，我那会儿是2008年那会儿买的。当时使唔使200万呢？唔使，我那个是92平的，九十二平，我当时买的时候才1823。哦，12000，哇！咁依家賺好多喎。哇！即係100多萬多少少。咁你依家起碼執咗3-4倍以上。依家應該5-6百萬噶咯嗰邊。現在賣到8萬多嘛。八萬多。8萬幾蚊一方。哇！即係700-800萬噶咯。差唔多。哇！換到幾層喎？咁你可唔可以講下大運嗰度咧？大運那邊現在我看好像賣到5萬多。5萬幾？你買入嗰陣咧？你買的時候是多少錢？買的時候是也是13000的樣子。哇！你全部都賺錢，你都賺幾倍以上。深圳的其實都有在賺吧，這個房我覺得它還是，跌不會跌到哪裡，可能都還是比較穩。剛需。哦，比較穩。我們現在都是居住。那你都是平坐在這裡上班啦？對面的。那個樓盤你怎樣看？公寓你怎麼看？那個產品經濟的。我有看過它。你有睇過嘅？我有看過它。嗯，但是感覺怎樣？還沒具體了解，因為每天其實也，現在買房，我還是在考慮很多。畢竟你有兩套房。對，如果是你覺得60多萬 ，O 不 OK？ 對面的話，我只是覺得他那個商場要蓋出來，我就想買它。哦，在带台商场，我都是看那个商场，对对对，台商场，因为我看它围起来了，我有问过他们，他们说那个是个商场，对，其实呢，如果有商场我就买，如果没商场我就，但是他商场盖好了就没房了，没房卖了，对啊，也是，还有那个商场，我听说都是应该是今年会动工，是吗？对。今年会动工，你再等几年就，你有了解？因为你罗湖嘛 ，KK Mall 经济100嘛，它就是在个发展商。其实咧，啱啱啊呢位先生都讲咗嘅，因为佢买嘅嘢咧，全部都系有商场、有地铁、有配套啦、繁华啦。因为啱啱佢都提过一样好重要嘅信息出嚟，就话呢套房对面呢个经纪咧，佢有稍微了解过、睇过，但冇深入。但系佢知道咧，隔篱有个商场，即系二期嗰度有个商场啦。咁佢都講到噶啦，個商場起好咗咧，我就會買，不過起好咗就應該冇貨噶啦。冇錯。因為咧，其實因為佢大運嗰個星河嗰個啦，都係買咗一啲商場樓上啦，跟住地鐵口附近嗰啲嚟嘅，係啦。好，咁我依家咧就先唔好阻啊先生做嘢先。你依家係午飯時間嚟㗎係嘛？對啊，我要
中学跟中午、哦、中午跟朋友吃个饭。哦哦，咁我哋唔好阻你先，系啦。我们谢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好，你先忙，咁我哋行埋一边再继续总结埋咯。谢谢，谢谢，谢谢，系啦。咁其實啱啱都提到好重要嘅啦，買商場買配套，講到尾買配套，係啦。咁啊，亦都佢啱啱我哋問過佢啦，咁佢買咗兩層樓啦，都升咗幾倍。其實佢嗱，食正嗱，假設佢冇吹水啊，因為我哋都係街坊啫。假設佢冇吹水咧，佢就真係食正咗咧深圳嘅黃金時候。冇錯，黃金時候。樓價唔算高，低嘅時候佢買，當時因為我睇佢應該都唔係啲。普通廠妹廠仔，咁佢著曬恤衫，應該都係管理層嘅。管理層嚟㗎啦，佢當時如果話2008年定零唔知幾多年，零八年嚟深圳啊嘛。喂，2008年就入嚟呢度做，但係啦，2003年咧，佢話呢個廠就開始起㗎。係啦，佢當時應該，我唔知佢係咪一直都係比亞迪做啦，但我諗佢應該都係啲可能收入比較高啲嘅人嘅。當時如果深圳買咧，佢萬幾蚊其實有公積金去供嘅，我相信未嗰陣時未有，未有公積金係嘛？未有未有，係後期先。後期有係啦，當時如果佢上車咧，萬幾蚊咧，我諗佢都做到按揭，壓力唔大嘅，咁都依家賺曬錢啦，一定係啦。咁你百幾萬嗰陣時真係喂當。但係咁講，嗰陣時利息係貴嘅，貴係啦，係啦。咁轉個頭到後期，佢去到再喺大運嗰邊，仲可以再買第二套咧，咁即係話咁佢應該都人工都有翻倍嘅。係啦，同埋佢層樓咧都執，真係執唔少啊！真係兩間都萬幾蚊，食正呢啲風口。同埋我諗去羅湖，我計佢供30年都差唔多供完㗎啦，或者直情可能供完，唔係多數供完㗎啦。因為佢買第二套咧，你冇理由敷皮㗎嘛。冇錯，都係做按揭。做按揭佢應該係供完㗎啦。咁其實都係點講好啦，自己總結睇翻啦。今時今日咧，你想喺大陸好似佢咁樣就好難㗎啦，講真。係，即係你睇下，譬如你話，即係我哋介紹，即係睇翻我哋之前啲片啦，即係你覺得依60多萬買一個，可能當即係依家都多香港人過嚟即係深圳呢邊啦，即係消費啦，或者住啦。咁其實你酒店都幾百蚊一晚啦。咁其實會唔會話考慮下買啲60多萬？咁啊，講緊又可以做按揭做一半。咁啊，可能有個落腳位咧。咁始終你依家60多萬一買到一間公寓啦。咁啊，你亦都可以睇到珠海橫琴嘅公寓都要啲口價。係啦。咁而且佢又地鐵站行過1分鐘都唔使。咁啊，講緊10個站去翻福田啦，即係。江夏嗰邊啦，即係個 CBD， 即係去翻王府廣場啊、卓越 Intan 啊嗰邊消費，都係講緊30多分鐘。咁如果你話自己揸車，咁啊過翻去羅湖都係講緊半個鐘內啦。同埋有樣嘢就係提到頭先，我哋訪問咗兩個噶嘛，都提到一個係租金嘅嘢啦，租金回報嘅嘢啦。咁佢就勝利㗎啦，擺明係勝利組嚟㗎啦，係啦。咁啊閒閒地咧都6000蚊㗎啦，租出去。咁阿妹嗰啲咧？租出去就唔係佢租咧就2300蚊，可能大概呢邊均價係2300至。我當佢啲2300應該係冇咁新嘅，係咁。我諗應該係嗰啲都係公寓開放式，但係兩層高，我諗應該係依啲單位嚟嘅。咁如果你話京基呢啲買翻嚟租，咁我都問咗即係啲銷售啦，佢話大概2500到2800，咁咪對比翻個樓價60多萬。個回報可能有5厘或者6厘左右啦，差唔多6厘啦，差唔多係啦。咁其實租金會隨住時間去升噶嘛，冇錯，好少話會跌噶嘛，係啦。好，咁啊，今日咧就去到依度先，介紹比亞迪，即係其實俾大家主要係想俾大家睇一睇依個園區咧係有人嘅，唔係假嘅嚇。因為有好多客問過我哋，喂唔係喎，你個園區係咪假㗎咁樣？其實亦都可以講翻啦，呢個係比平山更早，更早喺度2003年啊嘛，即係最早㗎啦，冇錯冇錯。平山我都冇呢個咁大。好，咁啊今集就差唔多時間啦。咁啊喜歡我哋條片嘅記得就俾個 like 啦，轉發啦，未訂閱我哋嘅朋友咧記得訂閱我哋啦。咁啊同埋或者係分享翻俾朋友啦。冇錯，或者歡迎咧大家留言交流下意見嘅，好冇？咁如果對面個盤有興趣嘅，想嚟睇嘅，聯阿 Jack 啦，聯阿 Tony 或者我 Eason。咁我哋下邊咧有個報團熱線嘅，每日都有團嘅。聯絡我哋啦。係啦，好冇？下集再見，拜拜。拜拜。